秀林乡景美村三站公墓纳骨墙迁入原基地，公告启决祖先骨灰罐作业。18号在布拉旦基督长老教会牧师郑明德的助导下，由秀林乡长王玫瑰还有三站村民们一起来见证祖先的骨灰罐迁入三站纳骨墙作业正式展开，要分4天分批迁入三站纳骨墙，把祖先安置回到自己的部落。18号一早，布拉旦基督长老教会牧师郑明德，并且为三站纳骨柜迁入三站纳骨墙进行助导。秀林乡长王玫瑰、秀林乡公所生命里所所长何文忠、秀林乡公所教秘书黄清聪、秀林下面代表尤清龙、布拉旦部落事务组长金志雄、景美村长田广珍和三站部落主任们共同来参与。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虽然历经相当多的波折，不过今天三站部落祖先们终于可以回家了。今天是非常开心的日子，我们三站的部落的老人家终于可以回家了。我想设置那骨墙，三站用了非常多的时间，只是因为行政程序希望能够让这个那骨墙合法化，所以拖了一点时间。但是在工作团队的整个努力之下，如期的在今天开始进行移灵的作业，真的也要感谢花莲县政府的协助，也更感谢我们部落族人代表村长以及部落事务长的帮忙，能够在我们部落之间能够以非常能够沟通的一个方式之下，达成共识，让我们的族人能够如期的回家。秀林乡长王玫瑰表示，这次纳骨墙迁入的作业分4个梯次4天进行，秀林乡公所生命里所全体同仁们将会陪同族人们分批送到三站公墓进行安置，如果要提早迁入，现场也可以向生命里所同仁们反映，来协助家属安置。达马布哈达沙巴达记得中文学用了。